Schrupp. Hab die Welt verflucht,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北爷们儿，今天又出发这个辽吉黑啊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，这边下雪了。刚才走到靖宇那窝，下老大雪了，完事到这边现在又晴了，晴了，但是气温很低，我把鸟都穿上。昨天晚上我们家那边下的是雨，这边。吉林和黑龙江这边下的都应该是雪。我早上走的时候，把我的毛裤都脱了，因为我们家那边比这边温度能热点，但是脱完毛裤吧，我就戴上了，我就害怕这边冷。但是真对了，我一会儿上车，今天不穿了，明天我就给穿上。太冷了这边，上车唠。外头太冷了，风还大。东北的天气邪乎啊，四月中旬了还下大雪呢，还刚才过那个靖宇那边的岭哈，那鹅毛大雪下的都看不见前面的道了，都要那种情况了，都反正又下了一会儿不就不下了，走到这边它就不下了，这边地面都没湿，它可能就是下雪寡，就是那搁岭上顶上下，就雪下高山嘛，但是它一下雪就降温了，就贼冷。我现在走到马上离抚松还有20多公里，40多里地，一会儿过抚松我就开搜了，现在是快12点了，然后搁这会儿歇一会儿。这回打算就是上敦化，搁敦化附近，完事带完里头进去就是走到静泊。黑龙江静泊完事就不往里头走了，就搁那会儿搜几天，搁静泊那搜几天，搁敦化附近再搜几天，基本上再搜个14天8天的，完事就往家撤了。那个不少朋友都给我留言说，那个回家待两天，好好待两天。我也想待着，谁不想待着？待着不挣钱呢，就是这工资吧，能怎么的呢？现在都没种地呢，待。等个4天8天，基本上我们东北这边都春耕了，就现在都有不少人家已经忙活了，但是一少部分忙活，大多数还没忙活呢。再过个4天8天，基本上就都干地里活了。你再下乡下村子去收这个山货，就更收不上来了。待两天就更难收了，那工劲儿收不上来的时候，能乐意待着再待些日子。要不累待着，反正也得下去收，先下去收，那种就不好收了，就没有现在好收。就是从现在往以后哈，越来越难收了，越来越难收了，因为货也少了，完了家一般的都没有人了，都你看都下地忙活去了。你像我家那边种水稻的，现在基本上都细稻苗了，都就是拉三米土了，打那个扣大棚了。都干这些活了。像吉林这边水田少的，黑龙江这边水田少的，基本上他现在旱田地就是苞米地还没怎么太干呢，这工人都是搁地里收拾苞米杆了啥的，有的人家收拾了，有的人家还没收拾呢。现在多少的村子里头还能有几个人，如果你要是待等个4天不拉月的哈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那村里头铺子里头，屯子里头，家家锁大门，家家锁大门，基本上都没人了，就，到那时候乐意休息，完事再休息，这种人先不休息了，先挣钱儿，搁这会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完事再往里头开，再开20多里地就开收获了。今天晚上不知道搁哪住呢，就是赶着走，走到哪块住哪块。今天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啊。